带来本次活动主题曲博大嘎亚欢度庆典，请台下的各区的族人来参加我们活动，一同到台下共舞，为接下来一系列的竞赛来暖身，也邀请我们在舞台上的长官们来跟我们一起，跟盐林艺术舞集来一起欢度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今年延续去年办理公开甄选活动主题曲，广邀全国原住民族音乐创作人才踊跃投票投稿，今年投稿共计有12件创作歌曲，经评审后最终由赛德克卡拉胡茂以歌曲宝杜嘎亚欢度庆典荣获第一名，第二名由阿美族陈志邦的创作歌曲玛嘎吉迪安牵起来，以及第三名阿美族的邵阳姐的创作歌曲米萨格洛摇晃铃铛。所以今年度联合丰年节不仅甄选年度主题曲，更举办活动主题舞蹈甄选竞赛，共有10族参加这次的甄选，经过评审最终由我们林古九艺术舞集创作之舞马荣获冠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好，在暖身之前呢，大会这里做个报告，我们请观音区丙组观音区待会要进行第一组竞赛的团队请准备，同时也请复兴区我的老师请将我们台上的音乐道具先撤下哦。好，在这时刻我们也邀请我们来自各区的伙伴，各区的族人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前，来一起跟我们云林艺术舞集以及领域舞团哦，来做这个热身哦，大家跟着老师动一动哦。好的，来我们休息区所有的族人朋友们请到你们的休息区场外好不好，来跟我们舞台上的长官来一起互动，来我们的音响老师请下音乐，谢谢。Yeah. 好，休息区，每个休息区的乡亲，请到你们休息区前面来，共同来一起。来，我们全休息区的朋友们，我们出来暖暖身，为了我们的竞赛来暖暖身啊！不知道我们场中央一起来做热身啊！好，我们的朱伟，我们劳动部的秘书，加油！亮亮，我们的曲总啊！什么时候唱？三天唱什么时候唱？
文哥，陈志伦。哇，看到我们现在歌曲的主人刘雨欣来到我们的草地区开始舞动，看到缤纷色彩，我们很多人的原住民族的衣服真的是漂亮极了。相信我们的主人真的很厉害的哟，有些一看马上就会了。真的是不愧是桃园市的一个主题第一名的这个歌曲，真的是厉害，谢谢我们云林艺术舞集，让我们再次来掌声，谢谢云林艺术舞集。好，这个时刻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原民总统，我们杨进福市议员来支持祝福今天到。